恁就将应灯归来归乎耶和华，归乎耶和华，就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着的应灯归乎伊，用圣洁尊大敬拜耶和华。这条咱今日就要来这条上帝赐予咱的十条诫，咱去上帝十条诫第一诫。
阮个细囝，最好学生，要到伫方圆遮去做野外礼拜。伫底遐活动，得到济济，啊，兄弟姊妹，最好同工老师来引带，来带因去遐，过来享受你创造个土地，互因伫遐搁较知捌你奥妙个事。祝外面伫遮祈祷，祈祷。大大祝福因，保守因，互伊行车，互伊啊去到遐学习，拢得到丰盛甲平安。我也知经过这暑假，啊，侪侪青少年，伊无论升级，无论升学，无论咧读做工课，祝求伊甲伊伫地，互伊利用这个暑假，伊无放散。一步奋斗，一定够搁较愿意来亲近你，到别人来参加，来互相扶持。欢迎你要开学的进程，准备好势的心情，无论先去关一级，还是去到新的学校，伫遐伊知影要安怎来努力打拼，抓牢迄个方向。无偏你，你予伊个动力，啊时时嘛会使来就问你个事，就叫你较用力个，引带伊，踏你个脚步，予伊得到成人啊毕业，找到好个工作。做完这时，嘛感谢你，予阮有遮好个啊带人伫遮，既然久久以来。坐坐要修理，要引带人来做个，就叫你小叔，还有长老，还是执事，还是南部者，各个能力来计划来修饰，互阮个环境，互阮个朋友，互阮伫遮个所有个活动，得到好个传播。相信伫遮，我嘛要大大诶来求你，互阮伫遮是同心诶，甲牧师、甲团队、甲所有诶同工做伙来努力打拼，为着就是要家己诶福音来传扬出去，吸引搁较侪人来接近、来亲近主，也做你诶道理。我即时来开会进行，我来恳求祈祷，乃是奉主耶稣你的名。
恩爱就会极多。为着好，为着好，为做更小的代志，为着大利益，为快收起，为结婚，为爱不羁，敬爱之意，仁爱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盼望，对一切有耐心，而且仁爱永远存在。传达上帝信息的恩赐是暂时。咱所办的有限，不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。我做囡仔时，讲话亲像囡仔。但我已经成人，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，模糊无明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。这些，阿弥是马上就来自杀。这是来请新发地来学老，新发地来学老的西瓜是最好朋友，就是耶稣。